想要一身的肌肉吗？赶快去商店买克里夫的服装吧。Hello， 我是德洛，很久没有拍影片了。今天要拍一部影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火箭队的新活动跟他的新蛋。那这个影片呢会有很多目前官方今天早上公布的内容，那请大家敬请收看哦。首先就来先讲一下这个12公里的新蛋，它的取得方式只能打火箭队的干部才能取得，而且你的背包里必须刚好有一个蛋的位置，不然你就没办法取得。12公里的蛋里面可以孵到的绝大部分是毒系跟恶系的宝可梦，也就是火箭队们常使用的那一些宝可梦。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有开放流氓二、狙刀小兵跟秃鹰丫头，然后在活动期间内孵蛋的距离为平常的四分之一，这样子可以让玩家们更快的孵出宝可梦。全新的火箭队特殊调查也在这个月登场了，玩家们在解完之后遇到的老大有机会遇到的是暗影的超梦，补给站出现的火箭队会比平常更多，这样子会比较让玩家更快遇到干部去收集12公里的蛋。火箭队干部们他们所使用的宝可梦也在这次的活动中有更新，希尔拉会用催眠魔，克里夫会用橘子兽，亚洛则是用卡地狗。另外商店上也有上架了各个火箭队的干部套服，我个人还蛮喜欢的是克里夫，它可以让你有一身肌肉。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，内容大部分都是在概述这次的火箭队新活动，那有需要看到更多宝可梦 GO 的消息的话，可以来到我的粉丝团，粉丝团我不时都会贴出 Pokemon GO 的一些资讯跟消息，那欢迎大家跟随我，也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接下来我也会比较常制作影片，在下面留言讨论这次火箭队新活动的内容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。